情人節啦，所以今集咧就想為大家示範一個好浪漫嘅妝容啦。咁最近咧 ，Dior 就推出咗佢哋2018嘅春夏彩妝系列啦，我覺得咧就好適合，因為咧就以粉紅色為主調噶。嗱，睇下佢嘅五色眼影組合啦，係我自己最中意嘅粉紅色啊，好啱 Valentine 噶嚇。咁首先咧可以用咧佢嘅淺粉紅色呢個珍珠淺粉紅啦，搭喺我哋嘅眼皮上面啦，打個底先。你看到其實咧，佢嘅 eyeshadow 咧個質地咧都好滑，好容易上色噶。咁呢一隻珍珠粉紅咧，打底咧就最適合噶啦。咁然後咧，我就會用佢呢一隻粉紅色深啲嘅粉紅咧，掃上去我雙眼皮嘅位置啦。咁其實咧又唔使擔心噶喎，因為咧呢幾隻粉紅色嘅組合啦，化起上嚟咧，唔會令到對眼咧太腫嘅，仲可以咧凸顯到咧我哋眼部嘅輪廓。咁我就會用紫色啦，掃上去我嘅眼窩嘅位置，打造呢一個眼部嘅立體感。咁如果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咧，佢有黑色嘅 eyeshadow 啊，因為黑色嘅 eyeshadow 咧可以用嚟畫埋眼線。我就會 suggest 你用埋佢呢一支 Dior Show Pro Liner， 就係佢嘅專業防水眼線筆。咁今季咧，佢就推出咗呢一支粉紅色啊嚇。咁我就會用嚟咧畫埋我嘅下眼線。咁大家唔使擔心啦，會脫色啦，因為咧呢一支 eyeliner 咧其實係防水嘅，同埋係非常之持久噶嚇。咁所以咧用嚟畫喺下眼線咧都唔使擔心。唇膏方面我就揀咗經典嘅 Rouge Dior 啦。咁今季咧，佢推出咗呢支叫做 Romantic 嘅唇膏啊，示範俾大家睇啦。